放脚就好了，脚放脚就好了。哎，哦，打个用都厉害的，你看嘛，前脚后脚都还用手啊。现在没帮助，你要困下来哈，你困几下啦哈，你几下啦困。那好。哦，好来，两个两个。它是这个，你要像触须一样。游鱼手你知无？游鱼手啊，游鱼手吼，伊足厉害吼，伊即摆即个物件，伊个数字伊甲缩起来啊啦。伊若感觉危险，就救起来啊。吼，我要叫你做触须，你嘛定个哦，这样你吼，安尼三个吼，你个印起来，吼外口，吼三个印起来，吼三个印起来，吼你卖个，你无安尼哦吼，安尼蹦哦吼，安尼就蹦哦，不要有这样子的动作，叫我灿烂嘞。外面带微笑，哎 ，IBB 啊起啊呢，对对对对对，他是用这边在撞啊，他是说用哪边在撞，他不是撞，他是其实他是有一点推电啊，用到的，用电的，已经固起来脏，电吼，咱这些米粉是用烂，米粉咱嘛是软软啊烂嘛，你别讲伊做米粉甲甜啦，哦。可能有特殊的练法，用锤的，好、哦，啊，这是用电的，吼、哦，用烂的，吼、哦，来，它有一点侧身的，哈、哦，侧身太多，其实它这个是有一个接的动作啊，触须，哈、哦，鱿鱼、章鱼，哈、哦、的触须，啊、哦，手卖夹的，你在夹的，哈、哦，你去夹的时候，你可能在听电话，你是要走出去啊，是要夹安呢，还是要夹安呢？但是这个是后面啊，我们先会这个轨迹。啊，先有一点正，先会做，然后再做对，做对再做顺，做顺再做熟，做熟再做巧，做巧再做妙，做妙再做神。啊，不是先给倒啊，顶迄个神哦，哈、啊。就这样子练，啊，你的脚你嘛较灵活，啊，啊，你爬山嘛较有力，啊，爬楼梯你嘛较好，啊。所以你跟出来啦，较大啦。所以你甲我跟我行。哦。咱下骹就是甲接起来。哦。哦。这三个动作，哦，这几个动作。对啊，啊你听有无？啊。这个东西啊，第一个训练的是什么？你步伐的移动，你可以灵活。不管你年纪大年纪小，你的灵活度会增加。你个冷静冷板娘，哦，你年纪大时你个慢慢来，这个会上瘾哦，哈、哦，这个会上瘾哦。